分让你我擦肩，没开口却有感觉。爱情最害怕犹豫，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。家里的零食多，看着杂乱不堪，千万别放茶几上了。教你用一个收纳盒，一个就能收纳各种零食，装好还能收纳起来，吃的时候打开像花瓣一样。哥哥哥哥我不走，妹妹陪你到白头，陪你直到星星不眨眼。车窗又起雾了，看不清路了。用这个除雾器吧，把它插在点烟孔上，把风口对准车窗玻璃，起雾的车窗不到两秒钟就散开了，既省心又不伤车，关键是冷天不开空调也很暖和。刷牙啦 ，brush brush brush， 我们一起来刷牙 ，brush brush brush， 宝贝刷牙安排一下 ，brush brush。冰箱放地上容易发霉生锈，用这个专用底座，长度自由伸缩，各种家电都适用，不用时卡扣直接锁住，稳如泰山。电动伸缩卷尺，可测高度、长度，各种不规则物体。最长可延伸至7.5米，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。双击关注，感谢支持。家里有这样关不上的柜门和抽屉门的，一定要看看这个东西。安装简单，直接粘贴就好，适合各种柜门。磁吸的设计，吸附力很大，有了它，再也不用烦心关不上的各种门了。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。无刷锂电的时代来了，这款是无刷锂电的三件套，电锤、电动扳手还有角磨机。电锤是电锤、电镐、电钻，它可以一机三用，带有安全离合，打到钢筋会自动停，不会伤到人。角磨机是无刷锂电的，爆发力特别强，而且是三档调节。电动扳手是超大扭力的，木工、架子工安装、维修、机修、汽修均可以使用。188伏，24000毫安，15节大电芯，2个大电池，少抽一包华子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它。经常出门不在家的，一定要入手这个防尘膜。把家里的家具包起来很干净，我买的是带胶球的，不仅可以遮挡灰尘，而且撕下来也不留痕迹，真的是方便又实用。听说现在有钱人都用这个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我也想要，哇哦。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，在这片土地播撒春的希望，勤劳的双手，黝黑的脸庞，淳朴的庄稼汉，汗水加苗疆。大家好，现在谁还在用这种老式的电池，快扔了吧。看看咱们这款超大容量的锂电池，1450毫安，用完了咱们只需把这个盖子取开，直接插到咱们这个充电宝上，或者咱们这个手机充电器上直接充电，喜欢的视频锁。你一定没用过这么神奇的东西，它可以把任何东西加热到55度，温暖又不至于烫嘴，女生生理期或者平时热个早饭简直不要太方便。马上就要涨价了，趁现在入手还不到一杯奶茶钱。你见过这种感应灯吗？它不用布线，不用开关，只需要把它插到咱家里的插座上就可以，当人经过时自动亮起，美得很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想你了，兄弟啊，你在哪旮瘩还好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家里的普通水龙头也能秒变感应水龙头，伸手出水，手离即停，节水效果明显。侧面还有长出水的感应区，挥手控制开关。它是 USB 充电的，充满一次能用9个月，不仅方便，每年省下的水费都可以再买套房了。推荐。手套前面加个刀，这个设计真是好，用来摘菜不要太轻松，而且还能剥蒜刮皮，给厂家老板点。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种洗脸盆的过滤弹跳芯可以买，按压的设计，安装简单，只需拔掉原来的塞子放上去就可以，毛发和杂物可以快速过滤掉，再也不怕堵塞下水道了。这个小东西就厉害了，看着是个圆盘，一拉开就变成了一个凳子，而且凳子还挺结实，300斤站上去都没问题，不但能调整高度，坐着很舒服，不用了还能收回去，一点也不占地方呢。
向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。感觉现在的充电宝不带无线充电的应该很少了吧，出门都不用带数据线了，手机一放上去就能够充电，充电盘打开还是一个折叠的支架，可以边直播边看电视一边充电，舒服得很。你见过这样水龙头沥水架吗？上下三层可以折叠，洗刷的工具分类放置，拿取非常方便，不用的时候旋转一下折叠起来，不占用空间，积水直接过滤到了水池中，沥水干净卫生。啊，你家冰箱都给扔了吧，现在迪拜带有条件的家庭都开始用这种真空保鲜机了，封口真空一气呵成，让食物在真空的环境下锁住新鲜，再也不怕食物变质变坏了，蔬菜水果新鲜肉食均可用，还能单独封口使用，配合冰箱保存使用，新鲜加倍，还能防止食物串味呢。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的，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，看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。你就是春天里的青草，秋天里的飞鸟，爱情海汹涌的波涛，想与你一起在风中自由奔跑，面带着微微笑，把烦恼统统都甩掉。出差旅行怕家里的花干死，所以提前买了这个浇花神器，用的时候把它插在花盆的土里，它就会自动出水，滴水口可以调节流量，第一两个月也是没问题的，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担心浇花的问题了。哎，你在那干嘛呢？你看这水池变得美，也太难擦了吧，这个买了怎么就不知道用呢？如果家里的水池洗脸盆有深霉变黑，冰箱洗衣机有发霉发臭的，现在自己在家就能解决，乳化渗透，降解变白，富含活性溶酶因子，无毒无异味，一次使用永不复发。缘分让我认识你，从此我就爱上你，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。活了二十几年才知道衣架还可以这样用，衣架掰开放入小夹子，晒袜子再也不怕被风吹走了，衣架拉伸，两个合在一起用扎带系好，这样晒枕头是不是太方便？衣架掰弯把鞋子挂上去是不是更方便？